看样子你们是头一回来吧，来，告诉你们个秘诀，你要是想提要求，那就得趁着李信长官光明状态的时候，那代表他心情好；要是黑暗状态，那就…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好的李信大人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们暗中观察下。 大人，昨天的写完了，这是今天的。大人，有人上报一批异兽丢失，在悬赏找回，这是收集到的线索。怎么忙成这个样子？知道了，把这些转出去吧。是，我帮您换支新笔吧。等一下。 看，这里还没有写过，还能继续用。这样就变成了一根小号毛笔。大人，是我鲁莽了。慢慢就有经验了。把这些再转出去吧。是。等大人忙完再提军费的事儿吧。这是谁？这不是我认识的大人。大人，吃晌午饭了。 好消息！好，今天中午有肉。下次别这么奢侈了，还是要节省点的。对不起，肉没了。没事，这不还有一点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到的？起来！大人早！我们是来交述职报告的。啊？没什么，这不重要。那什么，我们是来找你续，续就是吧。续点军费。
谢谢大人，帮我们把这月的税减少了一成啊！这是今早的双黄蛋，一定要给您尝尝。啊！哎呀，啊！哎，这事不是我不想帮，实在是。其实我也是来了才知道，都护府部门早就是表面风光，内里空虚。因为费用少，缺人手，所有的工作都得自己上，每天都是数不尽的琐事。真想念长城的日子。不过，看见百姓们过得安稳，也算值了。啥？就值个鸡蛋？得，回去接着洗露天玉吧。其实，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现在这边马帮作乱十分猖獗，你们可以去沙漠剿匪，只要立功了，我就有办法帮你们申请经费。行，那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你呢？我啊，该开工了。大人早上好。大人早上好。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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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饭，添个蛋吧。回见。走吧，咱们也开工了。做炒鸡蛋吗？是剿匪啦。晚风藏着精灵，星星都被唤醒，让阳的风景落入眼睛。勇气需要动力，穿越荒漠的孤寂，还好你陪伴我的旅行。阳光风雨都经历，调整呼吸，再继续。时间在走，慢慢接受，允许我稍后，今天先溜走。